我就爱在这儿喝。鲁大，菊，苗婶，不认识了。你咋回来啊？咋不回来？大清勾引我的根，没死就回来呗。回来就好。你还在老爷岭呢？不在了。干啥？来看老本儿。去野松山了。还好吧？还好。那啥，你也还好吧？好。姐，我拎黑子先走啊！啊，路上小心点。跟你睡，黑子乖，先跟金娜回，妈一会儿就回去了。这个人是谁？小孩子别那么没礼貌，快回来，嗯，听话，小心点啊。谁的孩子？我的。我问孩子爹是谁？还能有谁啊？杨宗的冤家呗。瞧我这记性，当年在老爷岭的时候，白百仙提起过，说你怀了孩子。世道不好啊，何必要让两个人受罪啊？贤叔，菊啊，你身上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了，要死要活，你自个儿掂量吧。多亏了这肚里的孩子，要不是他，当年就从老爷岭跳下去粉身碎骨了。当年要跳下去，哪有今天的阔太太穿金戴银吃香喝辣的好日子。陆大，你别挖苦我。菊啊，给你提个醒，别跟日本人太黏糊，要不然你就真该粉身碎骨了。鲁大，别解释，没有日本人罩着，谁敢这么晚敞开门做生意啊？我走了。哎，鲁大，鲁大，我知道山上又断顿了，这些你拿着，就算给兄弟们买点粮食救救急。啥意思？没啥意思。当初在老爷岭，你不也救我一命吗？还给我个容身的地方。我吃了你那么多棒子面，也还没说个谢字呢。就这些。菊啊，你听好了，跟我鲁大少来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。当胡子的，活的就是血性，要么爱，要么恨，没有谢那个字。
什么难处，到镇西找韩老板，他能找到我。盘子踩的咋样？啥时候找？知道陪酒馆的是谁？是谁呀？是菊，是他回来，太好了！这回咱喝酒喝不愁了。大当家，你找他整两下，这话要我好长时间也没去了。我这狗改不了吃屎，就他妈知道光腰子。你以后再敢跟我张嘴提这埋汰话，我把你脑袋拧起来，非表在裤裆里。你别，人家对你那啥，你跟我这来。老爷，小花公来看你来了。我知道你惦记少爷，惦记咱们洪瑶。咱们洪瑶没垮，红旗还挂着呢。小公，少奶奶，叫菊吧。菊，咋的？咋连果子都不供上？打上吧。看啥？虽说老爷子活着的时候不待见我，可在杨宗还没有休掉我之前，我还是杨家的儿媳妇。这上坟拜庙的事儿，我不张罗谁张罗？菊，难得你有这心思。别说这不咸不淡的话了，快摆上吧。表公，咋不来找我呢？少爷不让。都混成这样了，还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只是觉得对不住你。这都哪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事了，还提他干啥？少爷他还好。好啥好？一座大山，说垮就垮了，一垮到底了。又来小钱儿，也都喝酒了。现在要吃没吃，要喝没喝，还落了一身的毛病。你做老人家的，你咋不管着他点呢？咋管呢？这心病，这儿有病啊！啥心病？落难的公子，丧家的王侯，身为下贱，心比天高，永远改不了的臭毛病。表公，你实话告诉我，这杨家大院究竟是咋丢的？说来惭愧。少爷是想利用朱长清来对付鲁大，结果呢被朱长清骗了个倾家荡产，杨家大院才开始落到朱长清手里，后来又被贝泽豪弄去了。我就想不明白，你们两个大活人连个宅子都守不住，真是废物。菊，我说给你听，兴许你都不相信。
绝，少爷是为了你呀。耀国，你在大院我可以做主，可这绸子我做不了主。咋办？这绸子是局的，我要做主把它卖了，万一哪天局回来，他会怨我。从那以后，少爷再也缓不过劲儿来了。一座大山就这么就垮了。那些绸子呢？日本人把我们撵出来的时候，我没来得及搬走。后来听说北泽豪赏给养老丸了。老爷子，说啥我也要把杨家大院弄回来。不为你，为你的儿子杨宗。菊，耀公，把那石盒拎回去，对杨宗啥也别说，听见了？过年不过节的，这个什么年豆包呢？你说，琢磨，琢磨，琢磨，把这家所垮了，哼，谁也别想过。我和大姑娘一被窝呀，我顺着脖子就往下摸，我摸到一个，我摸到一个，哎呀妈呀，我摸那个啥玩意儿啊？哎呀！我的这个小兔崽子，哎，看着我黄军帽子没有？黄军帽我哪知道在哪儿呢？这动咋的？这不在这儿？嘿，无人，你自个儿瞎了，你打我干啥？你一点正事都没有。哎，把这两瓶酒，还有你娘刚蒸的粘豆包，给你哥送去啊。我哥，啊，愣啥？杨宗啊，杨宗是我哥。那，哦，对，咋把这茬给忘了呢？哎，爹，自打杨雨田那个老东西死了之后，咱家啥时候搭理过杨宗那个穷玩意儿啊？那连过年都不带串个门子的，咋突然想起给他送礼了？你知道个屁！让你送你就送。少说两句，能把你当哑巴卖了？爹，就你那点小肚鸡肠烂下水，我还不到你啊！是，你知道啥？爹，来，你是不是看见菊回来了，有钱有势，想巴结人家，又怕人不领情，就七弯八绕绕杨宗那儿去了，是不是？弯弯绕绕弯弯，要不然你咋叫杨老弯呢？你个小兔崽子，有这么跟你爹说话的吗？可不打打打死了杨家就断子绝孙了。哎呀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孽种啊？当时知道你这样，真应该叫朱长青把你给剁了。剁呀剁呀，不是还没剁吗？好好的又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你，我不跟你玩了。我跟杨宗啊，我喝个小酒去。哎呦，什么陀螺呀？哎呀，哎，你干什么你？哎，豆包拿走干什么？给我！哎，这小王八犊子，拿我粘豆包干什么你？啊？粘豆包你问我爹去。哎，我杨丽啊，这粘豆包和这酒可得给你哥送去，别转一块儿给我转没了可啊！我知道了。哎，给谁送去啊？甭管，我一个保长还做不了几个粘豆包的主。啥事儿还跟你这老娘们商量呢？哎呀，杨老弯，杨老弯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你啥意思啊？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在，
你长能耐了是不？我还做粘豆包的主，有能耐你做日本人的主啊？不是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哎呀！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哎，这可咋整啊？这是日本人给的，我咋向人家交代呀？这真弄不好，那会砍脑袋的。你，哎呀，你可把我毁了！哎呀，这个咋整啊？啊，说呀！日本人还让领那个配给的杂货面呢，没有锣，我拿啥要啊？哎呀！你个老头子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呀，你说呀，这可咋整啊？红哥，红哥，我爹让我过来看看你，红哥。不是杨李吗？哎，杨哥，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我娘刚蒸了点粘豆包，让我给我哥送了点。还有两瓶酒呢，哎，这咋说的？难为二老爷和二大娘还想着，客气啥呢？我哥呢？啊，你哥这两天不舒服，炕上躺着呢。哎呀，是吗？看看，哥，哥，咋的了？哥，哥，杨李来了，好点没？别听小公瞎说，没事儿。我爹让我给你带点粘豆包，还有酒。有酒啊。好，好，哎，耀光，啊，去拿两碗，我跟杨磊喝几盅。哎，少爷，别喝了。杨磊好容易来一趟，咋能不喝呢？过去。就是，我跟我哥还可以唠唠嗑，叙叙旧。再说，杨老弯那财迷的酒，不喝白不喝呀，是不是这理儿？来，哎，耀光，别傻愣着杵着，去弄点小菜去。里边卸个脚，喝两盅。你看，刚天楼自己酿的小烧，你喝着不满意，一个大字帮给啊，摆屁股走人。里边请。哎，老弟，你这老毛子小妞长得还挺顺溜，挺喜庆的。走，几个上上去。哎，两个，坐后头。哟，亲弟弟。把你俩给吹来了，来来来，坐着先歇歇脚。啊，我这儿啊是以酒代茶，喝完了保准两弟弟浑身舒坦，去困解乏。喝完该上路上路，我不留你啊。喝。哎呦，你拉倒吧，啥钱不钱的，喝得满意了随便留俩虫子儿，不满意抬腿走人，这不结了。喝。大姐，有这么做买卖的吗？谁都到这儿白吃白喝。不亏死了，来，拿着，快点。嗨，没那事儿，我这后院还支着烧锅呢，就这点酒啊，能把你姐姐喝穷了。再说了，你俩弟弟能眼瞅着你姐姐混不下去啊？是啊，人心换人心，不就是这个理儿吗？俩弟弟先喝着，我去给你弄点菜，有上好的鹿肉，来一盘。有啥好的，你就往上整吧。整行，那我看这么着吧，鹿肉呢咱烤着吃，再整一小鸡炖蘑菇，弄俩凉菜，我看俩人吃够了，再整多了也吃不了，不是？哦，那是行，俩弟弟喝着啊。忙你呢。哎，去。哎，看啥呢？哦，没看啥，没看啥，来，讲。走啊，走啊。哥呀，我说也是啊。你说局开那么大一个酒馆，咋就缺了你这点酒喝呢？你少跟我提他。咋的了？人咋得罪你了？这么好的媳妇儿，打着灯笼火把上哪儿找去？再说人家那么有钱，那要落我，早给他跪下了。你说你啥事能长点出息？还出息？你看看你自个儿呗。睡这个八面透风的寒窑里，
吃个啥？日本人配给的杂货面，你还说出息呢？你拉倒吧你！想当年你哥在大帅府当兵的时候，穿的靴子锃亮，都能照见人。那军装，呢子的，笔挺，那腰带这么宽，牛皮的。那双枪抡起来，啪啪。可不咋的，那我哥当年那一跺脚，那地动山摇啊！双枪对眼穿，那谁不知道？一提杨宗的大名，那胆战心惊，那叫威风。威风啥呀？好汉不提当年勇喽。鸡炖蘑菇，趁热吃。哎，有啥事儿啊？招呼着，别客气，当自个儿家一样。客气啥呀？你又没把我们当外人，这个姐呀，咱们认定了。认定了。好啊，今儿的饭钱就不收了，算姐邀请客。哎，那可不行，钱照付，姐照叫，不就结了？可不是咋的，嘴甜不吃亏。姐。杨老弯啊，咋家有空登门呢？就给那皇军收这费那费的。姐啊，你这不是骂我吗？我再胆大也不敢到这嘎仙楼来收钱了，是吧？咋了？你看我要收了你的钱，北泽大佐知道了还不把我脑袋拧下来当球踢呀？啊！我说二叔啊，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说起话来咋那么不着四六呢？姐，我老了，这个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其实呢，我是疼你啊。这个你开这个酒楼，这个酒店，我跟你婶子就琢磨着怎么能给你送点礼。送礼啊？好啊，拿来呀、啊。姐啊，我这家境你也知道，这玩意儿礼要送小了吧，什么三货出粮啥的我拿不出手，可是礼要送大了呢，我真是没那能力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这事儿整的。其实吧，送礼啊，只要有心，有样东西你还是拿得出手的。啥呀？北泽豪赏你那对红绸子。你婶子准备把那红绸子给杨礼娶媳妇用的。杨老弯啊，咱就别绕弯了，说吧，要多少钱？哎，这话说的，我哪能要你钱啊？回家，把红绸子给你拿来。啊！哎呀，我说杨老弯，杨老弯，这成天这么弯来弯去的，活得累不累呀、啊？杨磊，你是不是我兄弟？你咋的了？那我不是你兄弟，那我是谁呀、啊？对、哥没对。哥出件事成不？你这是咋了？那咱俩还说啥球啊？
你说，啥事？你帮我哥到杨家大院的马厩下边偷个东西。啥东西？两把枪。枪？気をつけろ。等等，是我。哦，鞠老板。少佐，你的大大的辛苦了。哦，我的不辛苦，你的辛苦。大佐在吗？嗨。金娜，你先回去吧。蒋奇眼观奇脉，前瞻500步，后顾1000局。论仙风道骨，论出神入化，你还差得远呢。黑龙摆尾，我的龙尾已经封死了你的左右去路，你死定了。是技不如人呐。听说你曾跟杨宗下过一盘棋啊？那是我有生以来下的最凶险的一盘棋，出了一身的冷汗。杨宗棋艺精绝，无人可敌。据我所知，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听棋的人。听棋？他可以不看棋盘，背着身跟你下棋。就你这凤毛麟角几下子，他准赢你，你信不信？我信。可他那盘棋，的的确确输了。他不该输。你说过，棋从心，心乱则棋路大乱。那棋盘上压着一个人头，不乱才怪。北泽大佐，你够狠。你说什么？你的棋风已经有杀气了。夫人，你是夸我还是骂我？
自个琢磨吧。男人和女人论棋，本来就不是一个路数的。不说这个了，来日方长，改天我们再练练杀棋。这是什么？你猜。我不爱随着女人的思路，去了拐弯的，直说这是什么？打开。夫人，今天是你的寿辰，忘了？夫人怎么知道的？这就是女人的厉害。让你永远想不到。谢谢夫人。谢啥？要说谢啊，也该我谢你啊。要是没有北泽大佐的庇护，我的嘎仙楼哪能像今天这么红火？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。以后有用得着我北泽好的地方，请尽管吩咐。以后要麻烦你的地方可多了。夫人，叫菊吧。菊，菊，那我们喝一杯如何？我这有1925年的法国白兰地。那天在嘎仙楼，你不是说你滴酒不沾的吗？哼，我是一个军人，不能在士兵面前喝酒。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戒律。费得着这么较真儿吗？你们日本人是不是都这么不通融，一根筋啊？说得好，一根筋。大当家的不对呀、啊，这会是有弟兄比咱先回来了？不会啊，弟兄们都到棒子沟围猎去了。他妈的，会不会别的瘤子把咱窝给占了？看看去。收拾这么干净，该不会是他妈戏文里的鲤鱼精出来了吧？哎，大当家的，这不是那日本娘们叫和子吗？她上这干啥来了？估计是没找到她男人，兵荒马乱的，到哪儿找去？连生死都不知道，这娘们遭了罪了。不是你是啥意思？怎么要留下呀、啊？不留着咋着？还轰走啊？这不是你说那这成啥了？这不成难民营了吗？拿着铺盖出来。不，本来想回来睡个好觉，没想到这地方还被他给占了。他妈臭不要脸，他就占我的床！大当家的，你就让我把他睡了得了吧！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那咋还不让说话了呢？那行，听你的，谁让你是大当家的？
大当家的，想啥呢？老包，你说他哪来这么多钱？那我哪知道啊？大当家的，我问句不该问的话，你是不是对那娘们你还没死心？啥呀，瞎咧咧！拉拉倒吧你！你别以为我骚了包傻，别说我不敢说，我一看你一看一个准儿。你赶紧招了吧啊！赶紧招了！哪能啊？没有的事儿，还没有的事儿，还骗谁呀？没有的事儿。哎呀，咱一个当胡子的，那有了上顿没下顿，有了今天没明天，那舅舅不疼，姥姥不爱的，那有啥指望？人家那和过去那不一样了，那现在是大金钩的阔太太，那穿的是呢子，戴的是金表，那眼里还能有你啊？你想想啥呢你？你呀是哪儿都好，就是一到这女人这事儿上你就犯迷糊呢。你知道个屁！睡你的觉。好，好，好，睡觉。哎呀，当胡子娶媳妇儿，作孽呀！我呀是梦里头搂个媳妇儿就不错了。睡觉。生日快乐！谢谢夫人。这宅子住得还舒服吧？杨家老爷万万都没想到，当年他最恨的人会成为这个宅子的主人，也成了大金沟的主人。看来你们还想成为中国的主人。我们是想让中国成为大日本帝国。沧海桑田，河东河西，凡事儿谁也说不准。说不定啊，将来这杨家大院还得换主人。看来，你想成为杨家大院的主人。想，做梦都想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只是想出这口心里憋着的恶气。我听说过，据我所知，你在杨家大院受了不少气，吃了不少苦。我就是要让他杨雨田看看，当年那个挨骂受气的媳妇儿，今天出人头地，衣锦还乡了。你现在已经出人头地了？不，还没有。只有住进这座红窑，才算真正的出人头地。夫人，恐怕你会失望。我不会把杨家大院给你的。